我和小燕子有个约会。漫画家樱桃展入行30周年啦，我哋一齐睇下佢笔下嘅小燕子有咩作品。唔单止系漫画家樱桃子已经入行30周年，去年仲系樱桃小丸子动画25周年嘅银禧纪念添啊！咁梗系要同同学仔开翻个 party 庆祝下啦！今个圣诞小丸子就嚟到黄室堡同大家见面啦，佢再唔系着住红色嘅吊带翻学裙，而系换咗豹纹新装，同三年四长嘅朋友仔大玩 cosplay 咯！圣诞节识食梗系食火鸡啦！讲得冇错啊，食完大餐不如就坐埋花轮同学嘅靓靓跑车兜下风先啦！嘿嘿，咪走住啊！除咗黄室堡之外，东角 Lafayette 同埋铜锣湾地带都有唔同造型嘅小丸子等紧大家去影相噶。中意小丸子嘅你哋，千祈唔好错过啦！